近日，胡杏儿穿着性感出席餐厅开幕活动，提到台庆战衣，她预告将会比今天还要性感，大家拭目以待。问到爱吃的她可会尝试当老板，她直言暂时不会，因为怕会赔钱，想自己赚更多的钱才想。对于早前有报道指她与旧爱黄宗泽分家产，她则指已回答过了，不再回答。碰巧昨天黄宗泽33岁生日，胡杏儿也拒绝回应有否送上祝福。